看台上坐着上百位球迷，就是要来看江宏杰。世道运桌球男双，江宏杰和陈建安只花不到15分钟，就以直落三终结捷克队，轻松晋级16强。稍早的女双32强，郑怡静、陈思雨以及郑先之及刘玉昕，分别以3-1和直落三轻取加拿大与香港选手，双双晋级下一轮。混双赛场上，廖振廷和陈思雨力拼法国选手，两人顺利拿下第一局，但第二局被扳平。幸好两人迅速回稳，以11-7、11-9、12-10连下3局，抢下4强门票。赛前准备那些就是技战术那些都打出来，然后一些得分的武器跟失误的都在范围之内。其实，在第三局下来之后，有稍微改变了一下战术，就尽量以打短的为主吧。因为前面我们第二局的时候都打长的，然后根本就比较下风一点。及时调整战术，临场发挥顺利。廖晨佩不负众望，下一场将迎战劲敌韩国队，希望能立刻强敌，顺利挺进金牌战。记者张俊慧，新北市报道。